见你啊！怎么走路的？什么大路你不知道怎么走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要不然我教你怎么走路，眼瞎你。不是你干什么？你怎么着？啊！打人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打人啊！报警啊，各位！是他先动手的，对方要求赔偿10000元。一万？这可是我们做了工作，从宽处理的。要不然的话，像他这个情况，可以直接拘留。春生，我觉得你不对头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甭问了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呀？工作上的事儿你不懂。工作上的事儿我懂不懂不重要，可是我懂你啊。你以前在班上就是尖子生，班上也就你一个人考到北京来读博士吧。可是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狠了。哼，我把自己逼这么狠才混成这样。我真把我这一辈子就混不出来。什么混得出来混不出来啊？这话我可不爱听了。你爱不爱听这都是事实。